一个白痴，点样成为一个大师？必须幼年尝过，搞到癫痞流离，然后发现四围逃逸，点知被人打黄金？这个莫看到。听唔听得明啊？打佢嘅女人嘅老道秘书系四位高人，想拜师？陈家权不外传。不外传？你走吧。又冇学费，仲要经历爱啲伤痛，终于精神崩溃。面对咁强大嘅对手，只有相信太极嘅力量。当然。动作场面梗系唔少得啦 ，battle， 萝莉，拳击画面 ，kiss， 高科技爆炸，有咩有咩，梁家辉 ，Angelababy， 唐湘芳，舒淇，怪咖。导演冯德伦，动作导演洪金宝，3月4号从零开始，10月25号烟红崛起。